等等，你以为我们这期讲旗袍？不不不，让新中式打破常规。这款的话是我们的最新的款爆款，包括它纽扣的做工啊，各方面针脚是很细致很细腻的。这个是镶银纱对吧？对，镶银纱，这差不多是30毫米的镶银纱。30毫米、啊、对，它这个蕴藏的，你看，就是梅兰竹菊的，你看，就是竹，就是梅花，团团圆圆的。它这个挺阔，而且还有飘逸的感觉，就不会像一些很修身的衣服这边会绷紧。虽然它里面外面都是真丝，但是很轻盈。他们喜欢穿一件时尚一点的中式衣服，那这一款的话就是他们休闲出去的最佳选择。真丝里面是缎面弹力真丝，然后呢外面是用兰花丝绒的那种，包括扣子是用牛油谷粒这样搭配的，它显年轻一点。这个袖子的话，它没有让你拘束，它没有就是说切缝的那种做法，它是用的连袖做法。包括这个真丝袖口的牛油谷粒是我们经过很多次选择，然后选了这个颜色配起来比较对，搭配起来比较好看一点，时髦一点。对，你看小姐妹也想穿一些新中式的衣服的话，像我们这家店的话是最好的选择。老板娘会拿出什么好物？关注小编，下期带您看。